黑妈的子弹盒内真的装有弹药吗？走吧，我们进去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收到粉丝私信，想知道 AMR 的子弹盒内是否装有子弹，这个问题你有想过吗？毕竟 AMR 作为才出不久的反器材武器，用的是全新的.45 子弹，打载距威力很大，每颗子弹重量为一点，与马格兰子弹相同。而在外观的正面也有个很大的子弹印记。那么 AMR 的子弹盒内真的装有弹药吗？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、2、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进去之后，里面原来是空的，只能看见子弹盒上方的握把。从上次观察 MG3 来看，光子是有子弹建模的，但是并没有放进.45的子弹盒内。小伙伴们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！我们下期见。